重修满了，收座钱。人有大量，但很明显我是个小人，而隔壁的人在我楼下可以先留着当打工仔。最高档的队友往往以第一人的形态出现，抓住机会上了楼顶，身后就是电网了，可以不用太担心。而隔壁的兄弟也是突然发力开始打工，这把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体验，就快结束了，就像感觉还没怎么满就已经长大了。就当都给下期视频留点内容了，终于只剩我俩破案了，是粉丝对方小苹果，我也是果断拒绝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过。你捡一把，绝对不是因为信号值太低怕暴毙啊！而我也提出了一项更安全、更老少咸宜的方式：蜜獾大转盘，谁玩谁划算。最后，我们支付阳寿成功吃鸡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粉丝的鸡必须让。那我是蜜獾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